OK， 过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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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中国队长傅高峰对阵来自美国的威廉乔佩。好，我们刚才抢先，还没抢就倒了。哇，这个威廉乔佩有备而来，但是呢，傅高峰呢也是呢远赴格鲁吉亚。这一拳呢、有点这个空手道的味道，对，因为这个格鲁亚的这格鲁吉亚的拳馆呢、这个是以这个结合踢拳跟空手道，哇，这两次太快了，哇，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OK， 这个傅高峰的老板刘福啊，也是花了重金啊，把这个傅高峰送到格鲁吉亚去训练，看起来成果不错。结束了，对，哇，太快了，就真的我们，这个傅高峰回来了，厉害了。好，这个是格鲁吉亚的教练。其实傅高峰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因为经过了几场比赛之后哈，有失败的时候，大家对他的争议也比较多，所以呢，他到泰国训练过，然后又到欧洲去训练。因为泰国训练的成果他老板不满意，所以把他送到格鲁吉亚。那目前跟这个场上这位教练格鲁吉亚呢，他们建立的深度的合作计划。未来会有长期都会有格鲁吉亚的这助教，住在。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02秒，红方 P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